一旦决定爱你，我不管，我不管你的是人谁都无法替代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滚呐！好，我刷牙去，刷牙去，刷牙去。哎，你干嘛？你不开心吗？不太舒服啊。你不舒服吗？嗯。哎。小的恋爱，小的一表白，那你怎么不舒服了？你不然就不跟我讲话。什么期待，像没有意外，对你崇拜，我想你女生的姿态。Hey girl， 情不自禁，想把你藏在我手里。的手心永远永远都不会分离，我为你不弃，把你抱在怀里。太甜的，你值得 cry， 也不能呼吸。It's all for you， 让你成为我的押韵。如果你觉得可以，那应该是我爱的奇迹 ，right？ Yeah， do you like me？ 永远是个荣幸，一起开启万里无云，带你坐上我的奔驰机。想说奇妙的世界的相遇，你能不能够承诺我那一句支支吾吾的无法说明凭空的却不可抵御。我最近看到翠翠一直在刷这个冰淇淋，我猜她一定很想吃。我和她已经很久没有出去玩了，所以我打算明天偷偷带她去。干嘛要临时去签字啊？就早说。你在我来这儿干嘛？来签字呀。签什么字啊？我来这儿。商场不能签字了。我到底在我来干嘛？我不告诉你。你骗我。你带我就知道。停，别走过了。你看那是什么？什么？你看你手机。对啊。冰淇淋啊。对啊。天哪，你居然！我看你不是想吃吗？我来吃。哦，真的太酷！有东西健康的胖乎，还有北海道冰淇淋。好吃吗？这个？这个泡芙太好吃了。老公。啊？怎么了？你这个魔术。它不会掉吗？就是进口的北海道奶油，三二一。哎，我的那一根好了吧？哦。那走，我们落一根了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洛雷家的猫，可爱的。哎，我这里有。你也买了一个这个吗？就是他的小妮妮，我得帮他拍个照。来吧。Hey, you, 我刚打开冰箱找面膜，发现我的面膜又少了，只剩这么点了。我敢肯定一定是油亮偷偷用我的面膜，而且他还不告诉我。我今天我就要逮他这个正着。油亮，我说为什么我最近的面膜越来越少了，你为什么要偷偷用我面膜？很舒服的啊。那你干嘛不跟我说？我为什么要跟你说？天哪，你看你的脸都晒伤了，好红啊。我很丑啊。变成丑八怪了。你才丑八怪，你最丑，别人都说我帅。你干嘛？别用，你说我是丑八怪，别用我的面膜。老婆滚。你给我用面膜呗。不给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哎呀，我最丑，我全世界我最丑了。不给。你看看我的脸，被晒伤，被晒黑了，用你看看。那我今天大发慈悲了，把我这个瑞佩牛乳面膜给你用。我跟你讲，你要打篮球，你就专门用这一款晒后修复面膜，去脸晒成这个样子。而且这里面是含有婴儿籽，你知道吧？可以生成补水，而且还有积雪草，能够镇定舒缓。咚咚咚。哇，好舒服哦！那我现在帅不帅？不帅。帅不帅？不帅。
帅不帅？我再问你，给我买面膜就帅。你想得美！哎哎我要跟你一起玩、啊哎、你等着他一起玩啊，那你我帮你玩吧啊，玩着吧，行吗？那你玩吧，玩够。哎呀，好了，我关了，我关了，关了，关了。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怎么这么多东西啊？我洗头了。他们讲话我洗不了，洗不了，不用网了，走吧，走吧。那我要用这个。傻子，这是护发素来的。不对呀、啊，你昨天抬了一抬，你今天就了这么大。那都是柔润平衡的，而且引起头痒的这个原因都不一样。来，给你用这个红枣止痒净屑的。你看你头屑那么多，走吧，洗头去。这洗发水主要是止痒的，而且它里面添加了生长止痒复合因子，属于比较温和的。感觉怎么样？挺舒服的，就是我有点累。好了，再坚持一下，我再给你弄点护发素啊，修复一下你受损的头发发型就行了。哎呦，好累我的腰。可以了吗，老公？可以了。我感觉身体要晕厥了。憨憨女友去游泳不带毛巾时，作为老公必须得有呼必达了，只能先不打球了，先擦擦自己刚打完球的汗。骑着我的小毛驴去送毛巾了，一眼就看到他了。这个就是他，陈怡。哎呦，他会游泳了，现在。那给你毛巾，准备运动，游完这一圈爸爸带你回家啊。你要吃什么？我问你，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肯德基，你吃吗？吃。你想吃什么吗？我想吃你。是我们过的第六个七夕情人节，出发了，出发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等一下，今天是我们过的第六个七夕节，我们今天要把它记录下来，走了。过去了，给它全部给你搞定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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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对，慢点，小祖宗，慢点。现实甜蜜，然后今天就会有风雨。我当然愿意了，现在。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，如此形影不离，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。